喂，这个好八卦张嘉元了。涂娜娜老师之前说你需要时间来看，那现在老师找到自己理想型了吗？我来这里郑重说一下，经过了就是这么长时间，到了就叫什么，我们的到最后要总决赛了。我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，老师和学生是不可能谈恋爱的。 所以我作为一个实习老师，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他只是问你理想型，他只是问你理想型，他没有让你。他当时问我了，就是说让我在这些人里面看，说喜欢谁是谁。娜娜老师，你是真的好看，你是真的好看，你是真的好看。楠楠老师，你是怎么做的那么有磁性且性感的声音？我是真的很喜欢。谁？ 问楠楠老师怎么做到有磁性又性感？真的，哎，你也是，你真好看，你真好看，真好看。